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的公公哈，就是他是个美国人，他是个教授，他说他那时候是70岁，他说还，他问他那股票怎么样的日子，我还买什么股票？我现在连根青香蕉都不买了，我等不及它黄了。他说，对，就是说这个就是越到岁数大，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大妈大爷，他们还在玩那个风险特别高的股。那个，所以什么暴雷啊，什么 P2P 啊，都会，那就是赌博呀，对吧？对，所以说咱们就没有这种瘾呐。在这个瘾呐，它肯定是不是跟心理有关？你进去过，你见过那些人啊？就是说你写的眼睛是绿的嘛，是吧？哎，我会觉得就是输赢之际啊，那可真是玩的就是心跳啊。它是不是这种东西忽悠一下子，你能体会到高血压了？那家伙，那就尤其是那些贵宾厅这些大赌的，你想想，你说到最后它是像毒瘾一样吗？它是一种，它在精神上，你觉得它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嗨呀，肯定是他在赢的那种，他在进入那种全部的那种那肾上腺素都被调动起来那种嗨点。那输不是沉入深渊了吗？但是他在那输里肯定包，他认为的那理论上也包含着赢，对吧？他就是他这个任何一步都包含着赢，这赢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被他们放大了很大很多的，然后这个可能性就让他嗨，对吧？所以很多人你说这抽烟也好，什么抽吸毒也好，它本身有实际作用吗？没有啊，它就是让你这个人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点高得不得了，这种人忽然出现了一种另外一种生命状态。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一旦赢了，就赢了很多钱的时候，他感觉到这比一点一点爬格子，什么你天天去演戏那样，因为这是一种主宰的眷顾。这是一种高于你的一种主宰的眷顾，觉得你是特殊的被选中的人，对，是在跟命运打牌，对对，这一种命定，他看到了一种命定的东西，所以这就更让他觉得不能自己更嗨。而且你像他这个就女性作家，她有一个特别敏感的，我觉得也挺难受的，她这体验生活，我发现你嗅觉很灵敏啊，对，你她老觉得周围人的味儿不好闻，就赌徒身上的味儿不好，为什么不好闻？因为很多人他在那儿吧，我觉得他在一个人很贪婪的时候，那种荷尔蒙是有种贪婪的荷尔蒙，我天，很臭，你知道吗？我以后得离你远点。那个，而且他们都不去没洗澡、也不洗澡，也在那过了一夜了，然后胃里也没有东西，而且你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好好消化，又再反出来，然后汗的味道，然后加上那个各种味道，哎呦。我的话原话就哟，你们都快招苍蝇了。所以呢，很多赌徒都是男的，但是我觉得你写的角色啊，你写的系列小说，这个塑造的女性角色，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爱情的赌徒是吗？那你说这个，你看啊，其实我觉得他写的很多女性啊，都是那种怎么说，比男人强，你明白吗？但是呢。还得包容着男人，但是呢，这个还得控制着男人，而且就是似乎比男人自己还更了解男人，好像就是这种，有种特别狠呐、特别韧呐、百折不挠的有那么一个劲儿。我对自己就挺狠的。他，你想他那个能够留学，上学修5门课，然后还要自己打工，养活自己。好家伙，失眠30年，是吧？哎，最后成这么一个作家，这么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甚至还会有人说是这个你描写的这个女性啊，到底该怎么看呢？是说这个女性应该这个包容着男性，照顾着男性，甚至纵容着男性呢，还是？就是有些人还甚至会觉得你写的女性让他们觉得新时代的女性不应该这样，对男的太好了，是吧？对，你有这感觉吗？有吗？我不知道呀。我觉得我的这些是的，我的女性都是不跟男的一般见识。哎，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不跟男的一般见识。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是改变不了的，
很多的只能让你自己显得很讨厌，看上去很讨厌，不是看上去很美丽哈，看上去很讨厌的人我是不做的，对吧？我老跟我的朋友说，你这你看你这股票你就别这么弄了，对吧？然后讲不听，我觉得我都是多讲掉的，上海人叫都讲特，那就不能讲的不，所以男女之间和女女之间，和成人和孩子之间，很多话你都是多讲掉的，不用讲的，因为很多事你讲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对我的孩子现在也就这个态度，关键的几件事讲一讲，是吧？其他事不讲，跟我的先生也是不讲，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明白。他要是能意识到，他就意识到了。如果意识不到呢，讲了你就会显得自己很讨厌。我不愿意做一个讨厌的人嘛，那叫英文叫 nagging， 一个 nagging 的一个女人，一个就是一个唠唠叨叨的，对，很讨厌，对吧？所以就我大概十年前采访过严歌苓老师，也算是对话吧。然后我。当然我当时问您，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有没有发生变化，我当时问严歌苓老师说最喜欢的或者说最崇拜的或者最推崇的女性是谁，然后他给我一个特别诧异的答案，他说是希拉里，就您当时说是希拉里，然后我就特别诧异，我本来以为会是一个很什么奥黛丽赫本的什么之类的这种很女的，就是很女性化的这种，但是他当时就是很欣赏希拉里的这种雌雄同体也好，或者他身上有很 tough 的一面。对，我现在肯定变了。那个时候正好希拉里到那个到我见了他一次，但是他虽然是一个就是女性非常非常有谋略的，非常有这个比。就是大面上对她的丈夫的那种出轨也是做得非常大样的哈，就是一种大女人吧。但是我看到她的那种疲惫和柔弱的东西，就因为很近距离的吧，那我就产生了一种，就是说她得就是使着多大的劲，就内伤多少，她才能够达到她今天这样的一个大格局，是吧？所以我就觉得真不容易。但现在不会了，是吧？现在不会了。我对严老师的理解啊，我觉得她是那种啊，是不是也是从小太漂亮了？我发现有的时候从小很美啊，各方面条件很好的女孩啊，她也自然的会产生一种啊，要好啊，就说我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最优秀。你把我就是要好要强，哎，有些人相反，你就会发现有一种是不给好那人，就是你不管把什么环境条件给他，他做出的都是最恶劣的一种、最烂的一种反应。你像他，我就是觉得，他就属于，这个就是勤奋，对吧？什么事儿就是靠着自己这个苦啊、吃苦啊，也觉得我一定要把他拿下。啊，写小说啊，写小说的同时呢，我还要给这个老公给女儿做每一顿晚饭，对吧？我要做什么都要做到好，哎，我要凭写小说能够养家活口，就对自己，哎，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女人。那我可恶的时候你也有的啊，说一说这种可恶的时候我希望越来越少吧，那也就是唠叨，这就是女人要学会不断的成长嘛，虽然是我这个岁数了，但是你还得成长啊，要不然的话，就其实呢，我觉得我呢是从小当兵，就是当兵我们是吃了很多苦的啊，从早上6点钟起床跑操，我是4点半起来就练私功，所以就这种时候，就这么一段生活已经成了就是穿过红舞鞋的人，就穿上去就脱不下来的，是吧？所以但是我觉得创作跟我过去跳舞比起来，那就省事儿太多了。这种苦是一种你能不能寂寞啊，能不能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应该说是富有创造力的人，我很喜欢写作这件事儿。哎，但是你知道你这样的就是就算女强人嘛，真够强的啊！她实际上是强人吧，我是要强，但是要强要强。你意味着一种什么？我呀，做妻子也要做得响当当，做母亲也要做得到位，做作家我要写出最好的、最能表现我自己的小说，就是我门门都要全能。但是呢，可能现在有些女人来说，你是不是把太多的负担加在了女性身上？哎。比方说老公为什么不能帮我做家庭妇男，对吧？比方说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女人，我要把自己要求全方位都做到这么好呢？
为什么男人不承担更多的呢？就是我觉得男人其实在帮你的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我老公他是我要出门他先把这个地址什么什么什么弄好然后搁在那儿，但是我包他就搁在我的包上，他也说啊那个地址就在那儿，但是我包一拿那个地址就给我扔了，对吧？然后到马路上就打电话着急说你说你在哪儿，就是这种说不去了我不去了就发使性子都会发生的，有多大的强就有多大的弱，一定是配好的。就是我有一句话叫喜欢自己还不喜欢自己，我今天做的这个人，这个严歌苓这个人，做人做的招我自己喜欢吗？不招我自己喜欢，这一天晚上我说很不讨，我就很不高兴。你知道这一代人呢，我们这代人跟下面这一代人完全的不同。我们所有的人的潜意识或者意识中呢都很清晰，就是你所有的事情的成功一定是你的努力，对不对？不可以白来。今天有很多人是白来，比如我们不是说富二代这个群体，他富二代本身是白来的，他爹给他，我们这代人没有一个人是爹给的啊，你爹是作家也没给你什么，对吧？他不可以给你任何关系。然后你的所有的努力的成功呢，在当时的社会的那么狭窄的竞争渠道中呢，每个人都是非凡的努力。他不像今天他会偶然的成功，比如一些网红突然弄个什么事儿一下就红了或什么，这个都没有的，我们那代人里没这个事儿。所以呢，他其实你老说他一个女性的这个身份啊，他女性只是个身份，但他不是一个固有的身份，男性也是这样。所以他想获得这个社会成功呢，他只有一个办法，就叫付出。只不过女性比男人更困难一点呢，就照顾得多。你比如你刚才一说就是母亲、女人什么，男人就是男人，他就没有说你说一个男人你在说他父亲吗？他就没这个角色，他尽管是个父亲也没人要求他这个角色，但女人就要要求这个角色。所以在中国社会中，女人成功就相对我们那一代人里比男人要少很多，也是这个原因。受教育程度是普遍的，我们这代人已经开始普遍受教育，就是说有一万个男人受教育就有一万个女人受教育，但是一万个男人他出来能成功，相对世俗意义的成功和一万个女人中比较起来还是女人少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严歌苓老师挺可贵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你也不排斥其他的这种作为母亲妻子的社会角色，也不排斥谈到这种社会角色，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我不太喜欢的有一类就是说的女强人也好或者女要强人也好，就是他们树立自己的强是通过贬损另外一半树立起来的，就是觉得我就是他们的强是把这个对象就变为一种没有用的人，或者是小奶狗也好或者什么也，就把它作为一种伴侣动物或者是一种宠物动物，它通过贬损另外一半的能力和社会属性来建立说你看我是多么强，多么能干，多么的全能，就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也没有必要去塑造这种对立。你看哈，就是严老师呢，我觉得他是自己要求对自己要做到自己满意，他是一个自为标准的一个要求。但是我觉得哎，你说跳舞的，其实我觉得很多跳舞的女孩啊，她很难避免被别人评判，就这个我觉得影响一辈子的。就是我在想跟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就比如说从小那谁跳这个什么中间的位置，谁跳前排，说完全是老师就说了算啊。就是你从小是一个被挑选的，不管你多努力，最终是他说他跳到这儿就在这儿啊。那么你现在你推而广之啊，很多这个女性啊，她所谓的这个要好，你比如说你知道就是有一个13岁的一个外国女孩在 YouTube 上，她因为她的父母就是可能经常说你长得不好看，她不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不好看，然后呢她就把自己弄在 YouTube 上，她让全球的这个人就说你们说我长得好看不好看，结果好像有10000多个说的特难听的这个话，他就备受打击。哎，你觉得这个女人是不是特别受这个周围的评判的这种影响？对，我很早就发现这一点。你要做这个审美的客体还是做审美的主体，对吧？就是你这个很多的漂亮女孩子或者就是跳舞的小姑娘哈，她都是在审美的客体的这个位置上就非常被动，你知道吗？后来呢，我就觉得，我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行为啊，什么要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老公有这么喜欢别人的事儿，
就我不能表现出嫉妒，对吧？就是我觉得嫉妒这件事很丑恶，很俗气。我看见我妈妈表现嫉妒的时候，她就不可爱了，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得干这么一件事儿，就不能表现嫉妒，结果也是很害我自己的。对呀、啊，因为那个老公就我前老公就认为你看你不没事儿吗？怎么突然又有事儿了呢？对吧？所以就是这种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前辈人对吧？他们的伤害或者他们的这种不足吧，使我矫枉过正。实际上是这样的。然后呢？那你现在会表现出你觉得这个原来觉得排斥的一面吗？就是说应该真实，对吧？就是自己的这种你的这个水平在哪里？你就做人总是有个水平嘛，对吧？你做人做得很烂，水平很低，对吧？做女人做得很烂，你也就是水平很低的一个人。那就是说老想把自己拔高到那个水平，你根本达不到，对吧？你能做到就是你的老公有喜欢别的女人，你完全就是一个淡然的那种态度，做不到就别装，是吧？就是我装多了呢，就不行了，对吧？那就最后的伤害就是这种不真实的，对吧？就是这种不诚实，实际上是还是不够诚实嘛。对自己的这个，你不能克制，为什么不一定克制就是好呢？对吧？所以那不诚实也是因为把自己看作一个审美的客体嘛，就是你觉得是有一个无形的眼睛在看着自己的行为数据。哎，我都说这个男女现在都平等嘛，但说实在的，我觉得还真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都是受过去的影响走到今天的人，就是这个打分机制，有的女孩子就说我们好像这个从小到大一直在接受别人的打分，在不同的圈子、不同的单位。好像就是这件事儿对于女孩子来讲似乎变得特别大的重要，甚至有人都统计出来说我一辈子要被打60万次分，就是你比如说你体自恋了，你体面你体面不体面，或者说你做的这个合不合仪态，对吧？包括你的这个工作能力，包括你的模样，很多时候女孩之间她也是有一个这个打分的机制在互相看对方。哎，你好像就摆脱了。我还没摆脱呢，哎，我表现的摆脱而已。你自己给自己打100分。不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比如说我早上想好了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么长时间的写作，对吧？就是甭管写多少字吧，但你这个时间一定要坐在这个课桌前，然后呢写完东西了呢没有乱浪费时间在手机上弄啊什么弄就自我纵容吧，然后我就去直接去游泳了，游泳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去买菜了，对吧？然后完了以后买菜回来呢，我就读了2小时的书。哎，我觉得我今天一天没有太纵容过自己，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说其实自我纵容吧，就是你当时感觉好，纵容完了呢就是你后末了感觉好，对吧？你到这件事情终结的时候，你觉得哎呦，你看我今天计划的事儿我是一个有效率的人，今天我有效率，对吧？然后就是如果一天不是本来想好的，到了最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对吧？哎呦，想怎么着怎么，就是还是这手机上花了多长时间，然后呢，打扮上花了多长时间，然后就这就觉得哎呦，挺讨厌的，自己挺讨厌自己的。他是一个成功者呀，就是有一个铁律啊，就是凡是成功者，他有很多品质，但有一个品质是共有的，叫自律。他刚才讲了半天都是一个自律，对，他就是特别自律。就是我现在第一个自律就是我要少吃，但我最近有点放纵啊，就是什么一出国他就胖，然后而且呢一天一斤的往上涨，然后呢，然后就是你吃的时候会很高兴，那胃口很好，但是晚上以后一踩秤上吧，就心里沮丧半天。那么你走入这个社会，因为我到这岁数，有时候我确实不如原来自律啊，就是原来想做的事儿一定要做到，如果我说我要放弃到这件事儿，那就这件事儿我已经知道不成了我才去放弃，就知道什么时候放弃，而不是知道这个事儿可以做成的时候你为了偷懒为了什么事情。那时候我们做编辑做写东西熬夜干什么，谁不愿意躺床上去看个电视剧睡个觉多舒服啊？但是趴在桌子上，他老说他写作还是一个很愉快的啊，写作那个愉快是他
是他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候。写作是个很辛苦的事儿，你千万不要给大家一个误会，认为写作是一个很轻松的事儿。没有多少人写作是轻松的，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累。我们过去我干过重体力劳动，那就睡一觉起来啥事儿没有，脑子要是用过度了以后，长时间的那种状态啊，就说不上来，就是累心。如果他进入一个就是心高兴奋状态写作的时候，当他结束了，他有一段时间退不出来，就兴奋，是是是，非常兴奋，就退不下来。所以我要喝酒呀。啊，所以他就靠这个嘛。你说他30年失眠怎么来的？我过去我也写东西啊，我现在懒哈。我写东西呢，过去写东西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写完以后2小时之内是不可能入睡的。哎，方舟，你说哈，就平常你咱们评价说某个男人很厉害，嗯，和今天评价说某个女人很厉害，嗯。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吗？我觉得不一样。就是我后来发现好多男的在评价这个女的的时候，他评价别的男的其实是专业能力，这人是个好主持人，这个人是一个好导演，这个人是一个好作家，怎么样。但他评价女人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采取一个最显而易见的标准，她是一个美女，或者她是一个好女人，你知道，他就会把他其他的专业能力全部都去掉，最后以一个性别标准，或者是因为长相这个是最好评判的标准，你不需要专业技能，你就可以评判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所以有的时候我确实在这一点上会挺沮丧的，而且我挺期待自己赶紧40岁、50岁，这样就大家不会讨论你的长相，你知道，就是你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你无所谓了，就是这个长相出现。那时候就讨论气质了，就是另外一个枷锁，是吗？对，你比如说咱们这一说什么叫林徽因啊，那谁都不能否认的是，这里边有个颜值的因素。对对吧？对，就是他就是对啊，陆小曼，对，是吧？咱们说哪个女的，哎呀，很厉害，都叫才貌双全，是不是？对，而且甚至就像刚才我讲的，就是好像包括女人都这么评价，她的老公也好，她的家庭也好，她的事业也好，她什么都好，才叫厉害，对吧？但是一个男人呢？他有一点厉害就可以了，对，你都不就不都不知道他家庭，他是谁，是他老婆，你都不用管他。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不糟糕的评价标准呀，因为男作家没有人说这个人，这个作家对吧，刘震云的没说他是个男作家，没有人这么说，然后他是个女作家，大家就是作家，你别说我是男的说或是女的，我的书是中性的，对吧？那就不就这点，就是我就觉得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毛病，也不是中国的，对吧？我这次到我去年到阿布扎比去，然后呢，就是就有一个最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为什么好莱坞的男星就要比女星，片酬酬劳高，对吧？为什么就是女作家总是不能得到就是这个最 serious 的？你像诺奖也好，什么也好，它都是就是有那么一点儿，对吧？就是但是最 serious 就最正经八本被对待的都是男的，所以这个就是哦，我说啊，是吗？我说我这么一想，对，是这样的。所以我特别反感人家说女作家，我说我这名字就是一女的了，你还用在前面再加一个女作家吗？对不对？因为女作家少嘛，你再有一个，因为长期以来是男权社会，这个你到今天为止，尽管现在女权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了哈，但是今天全社会还是个男权社会。但是有一个征兆是对女性非常好的，就是说我想在未来的100年，它逐渐的会女权大于男权，现在女性国家领导人急剧增加，这个比例数字在增加，这个还有企业领导人，女性的企业领导人也在急剧增加，是因为你摆脱了那种过去靠劳动力去统治这个社会，就是你胳膊粗没有用，现在得脑袋灵，是吧？胳膊粗没有用，那这时候女性的地位就急剧提高。哎，但是你写的这个小说里边的这个女性人物啊，我都觉得啊是非常善于在男人的夹缝当中发挥所谓女性的优势。哎，你觉得在今天就这种所谓男权社会里哈，实际上好像存在着一种女性，我有时候在她的小说里啊，我会想到就过去的一些交际花，就是你当然你从某种角度上讲它是一种什么产物，男权社会的产物，但是在另一方面你就觉得她在这种夹缝当中啊，那种游刃有余啊，你觉得这存在不存在一种就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是吧？所谓的性别优势。
我都是很活得糊里糊涂的，我都没有什么意识，我就是这里面的这些女性，当然我有很多参照，对吧？是我的女朋友，有很多女朋友，我觉得她们这样这种做人，对吧？这种什么，然后再加上我对她们的一些很善意的理解，然后再把她们虚构出来。就是女权的这个态度，就是男女是绝对对立的，对吧？就是女权就是要这就是有一种敌对态度。实际上我的所有的主人公跟我自己态度相像的呢，就是说我没把男性当成一个就没有敌对的地方，对吧？我就最最不喜欢的女人就是特别计较特别算计男人的，你知道吗？要是也就是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女人。就是把自己当花养着，对吧？然后呢就是我的每一分美丽都要榨取你多少价值的，那个就是这种女人我是最最瞧不起。所以女性作家跟男性作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啊，就是你纵观这个世界文学史能看得很清楚啊。男性作家我们说的是整体啊，不说个体，男性作家的整体呢是要解剖这个世界创作文学作品。女性作家有一个优势啊，是男性作家没有的，就是女性作家呢她愿意解剖自己，所以她有时候在写女性比男性写的深刻，就是她不怕把她自己不好的一面让你看见。而男人呢，他毕竟隔着一层看女人嘛。但是由于在历史上女性受教育的这个几率是低的，你比如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读书的就明显的少于男性。而我们这个真正教育到普及到就是男女都对等的时候，无非就是这几十年的时间。因为在民国的时候女孩子读书都是很少的。那我在做文学编辑的时候就明显的能感到女性作家的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作为一个男性读的时候是比较触动的，而男性的作家很难触动我。就是哎呀那个事儿，就是他永远，男性永远站得比自己实际地位要高，女性永远把自己搁的实际地位低一点，这个差是有的。对，我觉得女性是比更善于去写这个输家和被忽视的人。我那天在看世界，我在想这科幻小说怎么来的，然后我就查，我发现世界上写第一个科幻小说的是那20岁的一个女孩，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她就是因为科幻，她写的《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讲一个人创造出来一个怪人，但是她并不爱这个人，所以这个引起了一系列的这种反噬。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不被爱的人，她的声音没有被听到，她没有接受教育，她的写作不被重视。所以我觉得好像女性她会更善于写这个被忽视的人，或者一些就刚刚你说严老师写这种夹缝中生存，我觉得夹缝中生存也是因为他真正的力量是被忽视了，所以他只好选择一种夹缝中你看似游刃有余，其实是不停地去寻找这个生存之道的这样一种生活。你看他就喜欢写点女性的这种啊，哎，某些赌客可能他还有点情感的这个牵缠，哎，他又要赚他的钱啊，又要跟他对赌，但是似乎呢又有些男性呢吸引了他，他产生的，他对这种男性产生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爱情吗？其实他这个梅小欧就是我这个妈哥神的女的爹妈仔，实际上他也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这个不赌的好的男人都是他们在他们太太那儿做的，对吧？他如果他们是赌的一塌糊涂，那太太给他赶出来的就属于他，那他们又把赌戒掉了又还原成一个好男人的时候，他们又属于他们的太太去了。所以男性在他们面前总是道德放假的，你知道，就是性也可以的，对吧？然后赌也可以的，做一个烂仔也可以的。所以我最开始给他起这个名字小欧，就是一个其实海鸥看起来很漂亮，对吧？实际上它吃都是海边上的垃圾，对吧？但是这个里面有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给了男性过多的宽容，似乎对女性的这个韧性啊，对女性的这个韧性和坚强度啊，给予了更高的期许，有没有这个倾向？好像有。好像有。因为我们不能改变的就是5000年来，对吧，形成的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吧？就性别差，性别差。因为我们已经形成这么长，你想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对吧？这个几十年当中，